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首很好听的弹唱歌曲，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。男生弹唱的建议把变调夹直接夹五品，左手和弦 C,EM 和弦 ,AM 和弦 ,DM 和弦 ,Z 和弦，那个 F 大七和弦。为了让这首歌曲弹得更加有层次感，主歌我们就用分解节奏型，有两个节奏型，四拍换一个和弦的节奏型是根三二三一三二三，部分和弦它是两拍，就弹根三二三就可以。到了副歌高潮部分，我们为了凸显气势，用扫弦节奏型，一共四拍，第一拍下，第二拍前八后十六下下上，第三拍还是下，第四拍还是下下上下下上，练一遍一。加上前奏，收藏，跟我一起练。夜已沉默，心事向谁说？不肯回头，所有的爱都错过，别笑我懦弱，我始终不能再懂，为何人生淡薄。风雨之后无所谓拥有，萍水相逢，你却给我那么多，你挡住寒冬，温暖只保留给我，粉刷寂寞凋落，在你的怀中，人生风景在游走。每当我